听到的就是我的作业点评和新课的内容。那么这一次的作业，上一节课我们学的是降 B 大调哈，请大家翻到降 B 大调。这首作品里面呢，最难的部分我讲一下。最难的第一是找到这些降记号。那么有些小伙伴找到降记号是蛮难的哦。中途你会发现，前面第一行你记得降，可能第三行就忘记降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。降号的把控需要2到3节课，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彻底的完整的完全的技术能拿下。大家不要，千万不要有一种心理想，哎，我学了这一课我就能把降记号全部搞定。 No， 我们是学一个案例，然后经过大量的提案，就是我们练习题来练啊练，直到你能够掌控这种技术到熟能生巧的地步，这都需要时间的沉淀，所以需要时间来锻炼自己。好，那我们上节课这个难点在哪里啊？第一，大家看一下关于36页降 B 大调两个降记号的这个作品，有些小伙伴呢已经把两种方法都弹了。这是第一种方法，第二种方法是交叉手练习。好，这是第二种方法。那么这两种方法中间，我现在大家看一下。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？第一种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既然说是要保持它的连贯性，大家看我的第一遍和第二遍哪一个是我们需要的正确答案呢？我还是用这个方法来告诉大家，会更直观更明白。那我们小伙伴中出现就是问题最多的一种方式，请大家看一下，弹两遍哦，睁大你的眼睛。第一遍，这是连音弹奏法，大家记住啊。这是第一遍，第二遍，请大家看一下哪一遍是正确的呢？好，丽丽说是第一遍啊，抢答第一个是丽丽，霍星、玉英啊，还有没有呢？啊，抢答，音频，好，100分，好，孙晶晶姐姐都答得很好啊。能抢答继续抢答，我希望大家能参与到抢答的这个过程中来，看看还有没有抢答的啊，加油加油，抢答。好，那我们能够答出第一个的小伙伴，那么就说明大家知道这个曲子的核心弹法是从右手贯穿到左手，是要连起来。上节课其实我点到过，但是还是有小伙伴没有做到。仔细看一下第二个为什么会有问题呢，就是T， 好 ，re， 这个手不要起来，左手不要起来 ，t re， 这个 re 不要马上走开，一定要等右手的发下去再离开。这个关键点很多小伙伴没有意识到啊，所以他就觉得我的连音 t re 是连音啊，我的法 t 也是连音啊，哎，可是两只手中间断层了，这是大家。容易犯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放慢动作跟Nancy老师一块来做一次慢动作，来 T， 然后 Re， 然后你看这个 Re 还在上面的时候，这个右手的发就要进来，这个手才让位 T， 好 Re， R， 这才是真正的左手加右手的连音弹法，请大家千万记住这个才是核心。来，我们再来做一遍，来，两个手放好T re fa T re 啊，一定要等发弹下去，左手才离开，不要太早离开了。T re fa T，
ti rai fa ti， 发现了吗？这种弹法是 ti rai 一个连线，发 ti 一个连线。刚才第二遍实际上是很多小伙伴弹成了第二种，就是明明是一个连线，你们弹成了左手一个连线，右手一个连线，弹成了这种方式，这是出现最多的一个问题。第二个出现最多的问题是，这个 rai 是个二分音符，很多小伙伴在弹的呢太短了，只弹了一拍，不够不够不够。ti rai fa ti rai， 二，数二的时候你可以起来 ti rai fa ti rai， 二 ti rai fa ti rai， 二 ti mi so ti mi，二。 对，把这个二的时候提手腕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那么第三个问题呢，大家再睁大眼睛，睁大你的眼睛和听觉一起来看，就是关于很多小伙伴弹的第二种交叉手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也是做两遍，大家抢答抢答，嗯，做好准备啊。 One, two, three and go。 第二，这是第一遍啊，这是第一遍。第二遍，哪一遍是正确的？看出来了吧？很容易看出来。对，又是莉莉第一个抢答，伊丽莎白。对啦，还有没有抢答的 ？Jessie， 好好，加油加油！音频还有还有还有，希望多一点小伙伴打一，或者是直接把手啊，王丹啊 ，Linda。啊，就把手拿出来，一还是二啊？这个很明显，对，好，大家看出来了，就是能够抢答，大家眼睛都能辨别出正确的答案，永恒。那么，但是你们自己做的时候，很多小伙伴是看到啊，交叉手的时候没有做到交叉手 ，ti rai so ti， 看我的手型摆在这里没动，然后这个手要绕过去，我还教过，交叉手是要画半个圆圈到这个音上。再回来也是，那这个动作在交叉的过程中，大家做一做来，手放在中间，这个桥它中间是一个桥，来跨过桥再回到桥，你看这个手，注意这个右手它一直在这里，一直在这里。那很多小伙伴弹的时候是提来发提，让开了，他也是左手去弹这个 rai， 可是弹 rai 的时候他把这个手让开了啊，让开了，要么是从底下，要么就是从上面，总之就是这个手让开的感觉。No， 这个右手在中间不动 ，ti ti rai fa ti rai， 你看，看一下正面，看一下我的动作，是这样子的，右左手在右手上面跨过来，跨过去，跨过来，跨过去。但你们做错的是，很多小伙伴是 ti rai fa ti rai， 哎，这个手让开它，好像要躲开它一样，这个手就离开了。No， 这个就没有达到交叉手的真正的目的，它的目的其实就是等于在我们在某一个段落，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要去走一个段落，一个繁华的街道，可是那个地方老是 traffic 的时候，就会修一个天桥，目的是解决这个，解决这个 traffic。所以呢，大家其实我们跨交叉手就等于那个天桥，这样形容大家就明白了。所以底下的还要正常运作，那这里不要走开，右手不要走开。所以这个交叉手出现最多的问题是第二个问题讲到了啊，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大家弹的时候的速度不均匀。很多小伙伴弹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，ti rai fa ti rai，ti rai fa ti rai。哎，你看前面的八分音符弹的特别快，而后面的四分那个二分音符的速度跟前面的八分音符不匹配。不匹配，这是我们这条曲子里出现三种最大的问题。这个第三个问题出现的蛮多的，来，我们听一下。要么呢，你整体放慢 ，ti rai fa ti rai 二，这个就是这个速度，前慢，后面也要慢。那如果你前面弹的比较快呢，那想弹出连贯的感觉呢，就是 ti rai fa ti rai 二 ，ti rai fa ti。那就后面也不能够拖，那就是快快快快一二，快快快快一二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快板的速度，
所以大家不要把前面的八分音符弹得很快，后面的四分音符又拉慢，这个就不对了。那我们就是要么统一一个速度，这个是叫速度不统一。提瑞发提瑞二，提瑞发提瑞二，这是第二个，这是第一个慢版的。那你要是快版的呢？是提瑞发提瑞二，提瑞发提瑞二，这就是快版的。所以每个小伙伴记住，你的前后速度一定要统一。但是根据我们班上的实际情况哦，我比较建议大家不要改后面的这个快版，还是先弹第一个慢版，而且呢交叉手用慢版的方式呢是非常优美的。那今天呢其实也可以教大家一个小小的诀窍，就是其实你是可以加右边的踏板，大家试一下，如果你们是钢琴的话呢，是加右边的踏板会听到行云流水的感觉。那但是呢你差不多两个小节就踩一次，两个小节踩一次。那加上踏板教大家一个新的技巧，这个呢不是今天主要讲的，但是顺便的告诉大家，右边钢琴右边的踏板是起到一个混响和延长的作用。大家听一下我把它变成有加上踏板之后的感觉。我们这里面有交作业交得特别好的，这个像莉莉呀，他们都是加了踏板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看看他们的作业。好，准备好，还有我们那个Betty 啊，他们都是加了踏板的，做好准备。听一下右边的踏板，你可以踩下去试试看，用慢板的弹出抒情的流水的感觉。听，好，我把声音放大一点。就是 Nancy 老师加了踏板的，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？好，那这节课我讲的让大家在哪些上面需要改进的部分是三大块。雷刚刚问了一个问题，踏板踩下去是不是一直要 hold 的呢？仔细听清楚了，不能 hold 住那么久。踏板呢是不能随便乱用的，但是呢这种抒情的曲子我随便教大家就是两个小节松一次再踩，两个小节松一次再踩就可以了，就两个小节左右，好吗？记住下来，两个小节，两个小节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，哎，这样子就好了，等于两个小节，拿起来踩，拿起来踩，记住了啊，两个小节，好了。那关于这首降 B 的曲子36页的Nancy老师就讲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把笔记记下来？好，在刚才这个基础之上，希望大家每次的第二周啊，把我上课讲评的地方好好的再去咀嚼回味，然后再把你自己的作品呢进行强化和加工，那你会在这个单元里面要学的东西就会更扎实，而且技术技巧会更加什么熟练。好，那我们的复习课就到这里了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拿出今天的作业。今天的作业啊，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作品啊，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。我也欢迎大家再次进行二度创作。那么我们第三册里面哦，包括我刚刚讲的这首36页降 B 大调练习曲，就是一个非常行云流水的作品，非常适合我们在结业典礼中来选择。刚才我们说36页的降 B 大调，你可以当成流水般的去做一个作品来，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很好的选择条件之一。那我们今天要学的这首呢更加适合，所以这个呢曲子请大家去网上找一找，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我认为全世界人都知道一首作品。
那么请大家去找一找这首歌的歌词啊，意大利著名的歌曲《我的太阳》。那么这首作品呢，大家可以到网上 YouTube 上去找，世界上最高音的这个我们的 High C 的歌唱家，当然算已故的啊，已故的他已经去世了。那我们最早唱最好唱的这首就是我们的世界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，或者是 Domingo， 还包括我们中国的戴玉强都唱过这首我的太阳。那么这首歌曲啊大气辉煌啊，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来学习它的主旋律的前面一小段，简单但是呢很有意思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填词啊，我们呢可以唱中文的，可以唱英文的，边弹边唱都是很棒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首作品。这首作品啊，是一首意大利的作品，大家看出是表达意大利的这个水城，威尼斯的水城的那种感觉。这个作品呢，首先是来看一下它的调，或者是它的首位。主旋律部分呢，是在右手。我们来现在要学会来分析这个曲子的曲式和曲，它的怎么创作，跟我们都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的。那这首作品呢，我们现在是右手主旋律来试一下，先从右手开始。对于我们班的同学来讲，已经学了第三次了，大家的肉眼可以试奏一只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来，来把右手拿出来，写下你的小笔头、小笔记啊。我们的右手呢是在基手位上，小字一组的基手位，赶快啊，小字一组基手位，加油。那么这个曲子啊，其实从节奏上看呢它不复杂，主要是呢四分之四拍，每小节四拍，而且用的我们最熟悉的节奏是四分音符、二分音符和什么全音符啊。右手真的非常的简单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两个小节作为一个单位，算是一句话来看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。来，我们试试看把手放在小字一组的基手位上，小字一组的基手位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来，练习老师跟带着大家来唱一唱。第一个音是小字二组的 C， 用的是第四个手指头，右手的第四个指头，放好。来，先数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哆哆。注意了，这个曲子发现第一小节也是一个 upbeat， 那个 upbeat 我曾经讲过是什么意思啊，就是一个弱气小节， upbeat 就是弱气小节的意思。那这个四拍的第一小节呢少了一拍，第一个小节少了一拍，就会结尾它正好也只有一拍，循环前后是吧，呼应，大家还记得我教过大家了啊，就是弱气小节也叫不完整小节，那它的英文名叫 upbeat。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曲子，我们先数一个四拍， 1, 2, 3, and 4， 然后再来一个空，它的第一拍弱强拍是没有的，它是从第二拍开始的。那仔细听哦， 1, 2, 3, 4， 空，哆哆提嗦二嗦二。好，这是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的主题，上面的右手没有打连线，所以我用的是非连音弹法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小伙伴说要我讲这个小节速啊，今天那个感谢我蒙浩同学啊，和帮大家呢特意提醒了我，让 Nancy 老师讲小节速，那我现在来讲小节速。现在我要讲的是我发给大家这个横版的第一行，也就是第三小节。第三小节我们继续来，第一二小节的首位是小字一组的基首位，可是我们的第三四小节，请大家写一下，第三四小节的首位发生了改变，是 F 首位， F1 首位，也是小字一组的 F 首位了，移动了一个位置，移动了一个位置。好，第一拍是四分休止符，我把这两个小节带着大家走一遍。空，提提拉发，二三四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和第六小节。
第五和第六小节呢还保持在 F 手位上，空踢踢拉发二发二，继续到第二行的，第二行的，二四六，第七和第八小节，第二行，我们的第二行实际上是总数的第七和第八小节。那么这个时候首位再次发生改变，我们的主旋律右手呢到了小字一组的第一首位，第一首位，赶快写哦。啊，第一首位准备好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小节啊，这个第八和第九、第七和第八小节呢，用的是连音弹法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一个连音哦，而且 re mi fa so， 来写一下啊 ，re 空 re mi fa so 二三四，好，第七和第八小节，我总结的是小字一组低首位，用的是连音弹法，但是 re mi fa so， 请大家告诉我这里用了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点。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抢答？快速抢答 ，re mi fa so 是个什么？是个什么？我教过大家了，迅速抢答。Wonderful， Jessie、霍星、永恒、丽丽都答出来，还有人抢答没有？还有没有人抢答？啊 ，Wendy 100分，还有没有？快快快抢答啊！我做了这个动作啊，我做了这个动作。哎，对了。学的扎实的小伙伴都明白，这是这两个小节是一个低五低首位上这五个音的上行音阶，写一下哦 ，re mi fa so， 哎，正好是连起来的，低首位上，哎，王丹，低首位上五个音的上行音阶叫 obstacles， 棒极了啊，来，我们再来 ，re mi fa so 二三四。如果你怕自己不记得这个 so， 你可以在 so 上面打一个指法，是四指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小节，我们先来看九第九和第十小节，也就是第二行的啊，第二行的倒数第三和第四小节，倒数的第三和第二小节。那这个首位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临时的什么？临时的降 A， 还有对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小节都有临时的降 A， 大家看一下啊。那么这个首位，大家看一下我的首位叫什么呢？哎，看我的手啊，平时在这儿，现在在这儿，它是 so so 降啦。好，注意了，这个地方呢是小字一组的 F 首位，赶快写哦，小字一组的 F 首位。九，第九小节、第十小节、第十一和第十二小节全部都是什么 F 首位，小字一组的 F 首位。再准确一点讲呢，这个叫 FM 首位，其实就是小这个小调啊，我不跟你们讲小调了，就讲 F 首位好了。好，那三指要放在什么？三指要放在降拉上。所以跟我们平时的 F 是不一样的，向前送，看一下我的手，大家集中精力看一下我的手，这是普通的平时我们弹的 F 首位，而今天我们要把首位向前送，把三指放在降 A 下，中间三指第三个指头放在降拉上面，好了，跟平时就差这个区别啊，这个三指的拉在降拉上。好，我把第九和第十小节做一遍，没有连线。嗦嗦嗦降啦三次 F 首位啊，我们再看十一和十二小节，十一和十二小节仍然在这个首位上没有改变，第一拍是空空发哆啦嗦二三四，好了，发哆一指跟五指，你怕自己不会的话，你可以在发哆这两个音上写上一和五指。那么发哆呢？哎，这个正好是一个五度的关系啊。发哆降拉嗦二三四，好了，
那我们看十三小节，也就是最后一行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到第十三小节来的时候呢，是什么？是 C 守卫的，中央 C 的守卫啊，也就是从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那么后面的全部就一个守卫，就是 C 守卫。小字一组 C 守卫，准备好了，控 Mi Re Do Sol 三四，控 Mi Re Do Do 二三四，控。好了，大家发现了这个作品啊，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难度在哪里？对了，就是它的主旋律，第一，全部在右手上；第二，它的一个特点是很多个小节的第一拍重拍是没有的，它是从第二拍进的，嘣，嘣，哎，它的第一拍没有，很多地方哈，这是第二个特点。第三个特点呢，是右手的主旋律，首位变化繁多，这是这个曲子里最大的 challenge， 对你们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。好了，那先练什么？曾经告诉过大家，高效弹曲子要找到最佳的方案，来跟我做一遍，再梳理一遍整个右手。第一个守卫，第一二小节，小字一组 C 守卫，第三、第四小节拿起来，小字一组 F 守卫，啊，三四五六都是 F 守卫，第三个七八拿起来，小字 D 守卫，好，九十、十一、十二 F 守卫，最后一个守卫是 C 守卫，你看多少个守卫？五个守卫吧。好，你回去在这个谱子上方把这个守卫的顺序标一次，比如说第一是 G F D F C 啊，倒腾了五次，守卫倒腾了五次，所以你们不要一开始练倒数第二小节，为什么是倒数第二小节 Mi Re Do Do 空，第二小节是要抬手呀，空 Mi Re Do Do、那我们总共是五次换守卫，所以大家先练什么？先不要练音，先练守卫的变化啊， G F D F C 啊，整个顺序就是先练这个，反反复复练完守卫再把音加进去就好了，这样就比较容易练了。我刚刚讲到了主旋律部分要注意刚才这三点，记住啊，这个曲子还有一个特点呢，是非连音跟连音交织在一起，有时候用非连音，有时候用的是连音，弹奏技巧是不一样的，大家要特别小心了。好，大家做好准备吗？我们现在可以练习，老师把右手给大家弹一遍。你可以做好准备啊。好，做好准备了吗？好，我来数一个不快的速度啊，不快的速度。1, 2, 3, 4, 空。我把这个右手演奏给大家看了，那我这样这个地方拍了一下手掌，就是指那一个小节的第一拍是休止的，是空的意思。好，我用这个来代表空的意思。好，大家明白了我的右手吗？好，大家都懂的话呢，明白了，那就把你的手
在镜头里这样竖起来。如果你没有打开镜头的，给我打一个一。那我们就 OK 的话，做好准备，都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好 ，wonderful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来看左手。那我们今天学左手啊，会有一定大的挑战啊，会有一定大的挑战。那为什么呢？哎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今天的左手啊，弹的是什么什么东西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啊，哆咪嗦哆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赶快抢答！左手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？什么样的知识点呢？抢答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哦。Chord， Lily 总是第一个抢答啊，用的和弦。好，仔细一点哦，再精准一点哦。什么样的 chord 呢？啊 ，wonderful， 伊丽莎白说是 C 的分解型和弦。好，又讲对了一半。还有一点没有说清楚，还有谁能把它讲得更到位一点？哆咪嗦哆，哆咪嗦，哆咪嗦是分解型和弦，而且是 C。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，和弦有几个位置呢？好，有人上行，还有一个八度也讲到了。好，你看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，C 和弦两头重复的八度上行啊、哦、，Linda 答出来了。他说是本位啊、哦，这个不准，就是表达的不准确，但他讲到了那个意思叫原位。永恒说对了，原位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把刚才这个知识点，用精准的专业术语 ，professional 的专业术语来讲一遍。我们已经学过，但是我希望大家跟着 Nancy 老师学的时候，你们是 professional 的，那么所有东西都精准。好，来吧。第一，左手用了。首先讲这个和弦的名字叫 C 啊 C， 好，大家把左手标一下，左手呢是在小字组，小字组的 C 位置上，小字组的 C 位置上为主啊，嗯，小字组 C 位置为主哈。第一个和弦是从第二小节到第三小节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和弦，用了连音，那么它的整个的句子脱口而出叫做 C。原位分解型上行八度和弦，这样就把我们刚刚要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囊括进去了。简单的说，就是 C 原位分解型和弦。那我们用英文讲就是 C root position broken chord。啊，那如果你要讲方向它是上行的呢，就加一个 up。C up root position broken chord 啊，那样就完整的表达出来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左手用的是什么方法，连音方法。好，那么这个挑战对今天呢我们的左手小伙伴来讲是有大的挑战的，因为它的四指要扩指，我们今天要左手，因为要第一扩指有两个部分的扩指，第一是第五和第四之间的扩指。第五、第四、第五、第三都是扩指，所以今天大部分的左手挑战最大是扩指这个技术。扩指这个技术，好，第一看，哆是五指，咪呢是用四指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撑开了？平时我们这两个指头是不需要撑开的，四指五指之间是连着的，平时，可是今天呢，哆咪。是岔开了，这个呢就等于是个三度，是个 skip， 这个地方练的这个位置啊，岔开的，你看四指五指啊，你们今天下去呢就做这个操啊，就把这个手，把这两个手或这两个手在第四指和第五指这样撑一撑，哎，这样撑，看，这样撑，撑开啊，看懂啦？把四指五指撑开，哎，你看啊，跟我做一下，来做一个这个动作，先把你的手像我这样举起来，来举起来，看得到吧？然后你看小拇指劈开，用这个手压一下，但是这四个三个指头并拢，把它向外压，哎，好，你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两个指头这样撑开，用手指撑开，对，多做这个动作啊，多做这个动作，撑开啊，这是第一个要练习的手指操啊，并拢压，这里压到这个地方，哎，比较打开。这是第一个跨指，第二个跨指就是在
每一个连线，左手每一个连线和弦的第一个音是最低的那个音是 C， 最高的音也是 C， 正好是个八度关系。那我们这个左手再看，还是这样做第二个动作，看，打开，跟我学，打开之后，刚刚劈了一个小腿啊，小腿劈叉，小腿劈叉，我们再把大腿劈叉，哎，大拇指劈叉，你看两头都劈叉了。哦，两头都比菜。那我们有一个双手同时，小拇指对小拇指，大拇指对大拇指，好，中指的三指来，三指对准，下下压，压，哎，看一下啊，这样就是等于劈了两边的虎口和这个地方。所以今天呢，大家下去练一下，劈叉，劈叉，一个是四指五指间的扩指，一个是整个手掌的扩指。都明白的话给我打个大拇指啊。 OK， 好了，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造成。 OK， 好，来第一个和弦叫 C 和弦，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连音，第一拍是空啊，你看一二三四空，哆咪嗦哆，空空空，后面有三拍的休止。我们再看啊，第四和第五小节是哆发嗦踢，是不是？大家看一下这几个音啊，它是一五指和三指二指，这个也是扩指啊，它也是扩指啊，因为这个三指四指跟三指之间扩指多了一个，反正都是扩指啊。来准备五。三二一，第二个和弦的是哆发嗦踢，哆发嗦踢，好，哆发嗦踢这个和弦。我们再看第这是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是重复刚才那个哆发嗦踢，再来一个哆发嗦踢，哆发嗦踢，好，这是第二个和弦了，到了。九十小节又回到 C 和弦的哆咪嗦哆啊，又回到了这个和弦。再看十一和十二小节哆发降啦哆，好，这个和弦啊，这个和弦朋友们知道，哆发降啦，哆发降啦。这个和弦是 FM 和弦，大家先标一下啊， FM 和弦你就写一下 FM 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的都是这个音，基本上都是在 C 上面啊，都在 C 上面，哆发降啦哆，空空。好，十二十三小节还是 C 和弦，哆咪嗦哆。好，我们看结尾的倒数第三和第四小节呢，只有这个音啊，它是有一点小拇指扩到 B 这个音上去了，其他的音的小第一个音都是 C， 只有这个小节倒数第四小节的第一个音是 B 啊，大字组的 B。提嗦发嗦提，提嗦发嗦提提，哎，就这个是 T 啊。好，结尾的最后一个呢，还是 C 和弦，它不是哆咪嗦，而是哆嗦咪，哆嗦咪嗦哆。好，那咱总体来讲，跟大家梳理一下整个曲子的左手两个小节。为一个连线，作为一个和弦的伴奏，是用分解来支撑我们的右手做伴奏的。那总共呢，用了好几组的和弦，来挑一下 C 和弦用了几次呢？第一行有一次，第二行，哦不，第一行也就是在第二和第三小节是第一次 C 和弦。第八和第九是第二次，然后第十二和第十三是第三次，最后
倒数的两个小节是第四次，所以 C 和弦用了四次，前面三次顺序一模一样，都是哆咪嗦哆，三次都是这样。结尾的那个 小节呢，顺序不一样，它不是哆咪嗦哆，而是哆嗦咪嗦哆。但是它们总体来讲，这四个都叫 C 和弦的分解型原位，只是顺序不一样。第二组和弦呢，叫哆发嗦提，哆发嗦提，在第四和第五小节是第一次，第六、第七是第二次，哆发嗦七是第二次，所以这个和弦用了两次哆发嗦提。第三个和弦呢，叫哆发降拉哆，哆发降拉哆，是第十一和第十二小节，这个只用了一次。最后一个和弦是在倒数的第四和第三小节，提嗦发嗦，也用了一次。所以整个左手呢，准确的讲是四大类的和弦，也就是四组和弦交替使用，用频繁最高的就是 C 和弦， C 和弦的原位。所以大家练左手的时候，先不要这样去看左手，也不用对，把这四个和弦单独的来练习。比方说 C 和弦，哆咪嗦哆，哆咪嗦哆，哆咪嗦哆，弹十遍二十遍。第二个和弦，哆发嗦提，哆发嗦提，哆发嗦提，又弹十遍二十遍。第三个和弦要稍微的向前一点，因为有个降拉，哆发降拉提哆，哆发降拉哆，降拉这个二指在黑键，所以为了让你这个二指上黑键呢，这个哆发你要稍微向前往前推一点啊，哆发拉哆，哆发拉哆，反复练十遍。那最后一个呢是C 和弦的首位，但是小拇指扩出去，小拇指扩到 B 上， C 首位，小拇指扩 B， 提提嗦发嗦提，提嗦发嗦提，也弹十遍。那么也就是左手四大类，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去单独练十遍二十遍都可以的，这样你就基本上能够很清楚的左手非常容易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我把左手做一遍，做好准备啊。好，先是数一个四，前面有个第一小节是不是四拍是空拍子啊？那我嘴巴还是数一个一二三四，再来空空空空，好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空空空空空。哆咪嗦哆，三空哆发嗦提，二三四空哆发嗦提，二三四空哆咪嗦哆，二三四空哆发啦哆。空空空空，哆哆咪嗦哆，二三四，提嗦发嗦提，空空空，哆嗦咪嗦哆。这个就是刚才的左手了啊。那么左手总结一下，刚才呢，我们右手是非常熟悉的。好，我们意大利的民歌叫《我的太阳》，大家去填词。但是右手主要练习的是首位的不断的变化，用了五次转换首位啊，让大家熟悉换位置、换位置、换位置，打破原有的技术。那么你看，把这个换位置你也能学会，你的技术又上了一层楼啊，我们又登高望远了一层。那左手呢，是把我们之前学过的分解型和弦拿来用，左手。分解型和弦为主，左手用的是连音弹法，右手呢是
非联音跟联音的结合。第三点呢，这个曲子里啊有大量的什么休止符号，左手也有，右手也有，所以大家特别小心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把这个曲子的节奏一起跟我打一遍吧。双手拿上来啊，先数一个四拍，完了以后再来一个空啊，这个空是在第一小节的第一拍。 1, 2, 3, and go 空，右右右右，左大左，左右右右，右左左左，左右右右，右左大左，左右右右，右左左左，左右右右，右左左左，左右右右，右左左左，左右右右，大左左左，左右右右，大左左左左。好，那么大家发现这个曲子啊，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右手缺的那一拍，如果右手缺了一拍，它的第一拍正好就被左手给填进去了啊。就是其实也就是说，每个小节的第一个重拍是被左手的空那个节奏给填进去了，左手的那个和弦的第一个音填进去了，所以它的特点是这么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，大家做好准备录像啊。我把这个曲子的整体的弹一遍给大家看。好了吗？啊，做好准备，大家可以录像。好，做好准备啊。1, 2, 3, and go 空。弹得比较抒情，也比较缓慢，但是总的来说呢，希望大家去慢慢的右手左手分手去练习就一定可以，但是一定告诉大家曲子是越来越难了，越来越难了的话呢 challenge 就比较大，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既要有一种拼搏向上的精神，但是又不要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在这个中间找一个最好的平衡。但是一句话，我们成人练钢琴呢主要是学技术和技巧，还有一个原因呢，我们是来找快乐，所以不要太大的就是给自己有太多的那个我们讲的 stressful 的东西就不要了，那我们尽量的平和的心态啊，耐心的信心，有耐心和信心啊，遇到小困难呢歇歇脚，然后再多练，总之就是时间和量变才能达到质变，这是本质。好了，今天的新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了，那留个三五分钟给大家解答问题。